噔噔噔噔。结婚呢，还是去献花呀？我觉得梁晨一定会对他一见钟情，坠入爱河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上演一段绝美的爱情。别胡说，那得慢慢来。我就说得理智追星吧。陈姐，你一个人跑出来干嘛？学姐，陈姐，别找了，我刚问过了，那男生还没来。不是谁让你问的？你不是很想见那个男生吗？我是。陈姐，我爱你。好了，陈姐，我们先回休息室补个妆，一会儿还要去外面跟学生合影呢。你们帮我看看哪件衣服好看，就红的吧，喜庆。我觉得白的好，白的干净。周周，哪个好看？要我说呀，哎，你有什么好纠结的啊？梁晨什么样的帅哥没见过？你以为你自己精心打扮了就能引起他的注意力啊？天真。你和梁晨还是有可能的，加油吧，精神小伙。哪件好看？怎么了？今天我有一个重要场合，你帮我看看哪件比较好看。我哪知道你穿什么好看呀？哦，我不穿最好看。那你别穿呀。就那件白色毛衣吧。我走了。真香啊。不就是献着花吗？至于吗？